Tell the feeling like I'm trapped in my damn mind. Tell the feeling like I'm rapping in damn line. Tell the feeling like my life was a damn game. Nigga really wanna die in the nighttime. Only time I feel pain when I'm feeling low. That's why I tell it on my face and I'm down numb. Only time on my mind when I'm all alone. That's why I'm never really alone in the nighttime. Change clothes like you get attached. Cause these old spots told us like it matches. I've been feeling really lost, looking all attachments. I don't really go outside cause I hate traffic. I don't wanna go outside, get caught in traffic. Tell the feeling like I'm trapped in my damn mind. Tell the feeling like I'm rapping in their lives. Tell the feeling like my life is a damn game. Nigga really wanna die in the night time. Tell the feeling like I'm trapped in my damn mind. Tell the feeling like I'm rapping in their lives. Tell the feeling like my life is a damn game. Nigga really wanna die in the night time. Tell the feeling like I'm trapped in my damn mind. Tell the feeling like I'm rapping in their lives. Tell the feeling like my life is a damn game.喂，苏刚 ，Remix。Happy,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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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now this whole world has no clue what to do with us. I got enough money in the bank for the duo. Plus I gotta give enough letters to support this shit. Fetish lifestyle so rich and famous. Robin Leach will get jealous. Half a million for the school. Take a trip from here. So if you ain't got no money, take your brother home.你的头像好可爱呀、啊，是只小猪的，那个叫什么？小猪的那种早餐包。浙江杭州人。咱们现在小伙伴自己把视频左上方的关注点一点。欢迎火娃，欢迎小夏，欢迎大家，欢迎真爱，欢迎966给会员。撩妹初学者哥哥，咱有公会票可以支持一下公会票啊，公会票。随风哥，你觉得我眼熟是吧？眼熟是不是因为你看到过我？眉毛好看，嗯呐、啊！谢谢平安哥，感谢平安哥哥。喝咖啡吗？
他喝咖啡吗？早上起来喝杯咖啡。我没有空腹啊，我吃过早餐呢。那个早餐吃过不敢喝咖啡，我要吃过早餐才敢吃，才敢喝。可以帮忙上人工会票，我们在极速 PK 哟，我们在极速 PK 哟。平安哥哥，你是哪里人啊？平安哥哥，欢迎田宵。是广东的哦，哎，我现在在广东，哎，好像他就是那个不进城市推荐里可以进人的。我在番禺现在，谢谢元哥，欢迎真心。是用钢板啊，就是刚刚下载这个 APP 哈。哦，好远啊，你在广州哪里啊？我看看你的定位。你在汕头？你在汕头？粉丝聚一下，聚。好漂亮，天香哥哥好。我能看到你的定位，你在汕头。汕头是离番禺有好几百公里啊。这也能看到定位，嗯，能看到。田香哥哥，你是哪里人啊？关注啦，谢谢田香哥哥关注哟。田香哥哥，咱们是老乡吗？平安哥约一下主播吃饭。一飞哥哥，你在想什么东西？想想就。你是江苏的哦。江苏，欢迎一哥。主播好漂亮，你也很漂亮。一看平安哥哥是很低调的人，一飞这种哥哥就不低调。南京，哦，你是南京人啊。来过吗？没有。虽然说杭州到南京坐高铁只要五十分钟，
但是我没有去过。但是江苏别的地方我去过，但江苏扬州啊、无锡呀、啊，嗯，还有好几个江阴啊，然后还有，嗯，江苏还有好多地方我都去过，就是唯独南京没有去。我江苏有亲戚的。一个小时，嗯，谢谢平安哥，感谢平安哥哥。听广州好，嗯，对，听广州好，是的。广州这个地方，房子高，人多，又热，冬天的时候又奇怪一直刮风，夏天的时候又是太阳特别的大。昨天我下午想去修，就是画指甲的，结果看看太阳这么大，我都没有出门。噔噔噔，你不喜欢广州吗？嗯。噔噔，还是杭州好，杭州最好，杭州最好，杭州是最美丽的城市，嗯，唐山啦 ，nice。杭州是最美丽的城市，欢迎大家到杭州玩。嗯，这里的环境很好，空气很好，人更美。欢迎大家到杭州玩。嗯嗯嗯嗯。七分醉意，三分清醒，攀上你家门口。欢迎听海哥哥。感觉嗖嗖。天安哥哥，你有没有去过杭州啊？欢迎大家，杭州确实好，嗯，杭州比南京好。我是不是有点太自恋？杭州比南京好。嗯，我感觉杭州是比南京好。美女几岁啊？嗯，我26。杭州美女好，是的。是的，我把这个声音拉小一点，没有南京好，不一样，应该是不一样嘛。南京是比较古色古香的地方，南京有很多园林嘛，但是南京没有西湖，没有白娘子。南京没有白娘子。杭州有白娘子，美女不都18吗？我18，还是西湖好玩。嗯呐，玄武湖不好吗？没有去过，不好玩。苏苏也可以，感觉冷飕飕。欢迎鬼佬哥哥。汕头有什么好吃的？汕头是不是很多海鲜？你是白鸟吗？不是白鸟，白鸟吗？是什么？跳一段酒醉的汤狗，爱让我借酒装疯。噔噔噔噔，广州的话就早餐好吃一点。不知道，没去过还乱说，真没去过南京。嗯，但是路过，没有下去走走。平安哥，你不知道吗？汕头有什么好吃的？你看平安哥没你想吃的，不能低调。西湖那个桥，假期人太多。哦，对，西湖的话，
不光是假期吧，你看就是夏天的晚上啊，也会有很多人，就是把断桥上几个人山人海，就很多人晚上天气比较热，夏天白天倒没有那么多，晚上的话就是人山人海的那种，就午夜也是人山人海的在断桥上面。看一下布丁，看一下黄生哥哥，毛哥哥帮忙过过任务，红马红马高回票过一过过一过过一过，那不说了哦。让把各位票过一过过一过，天霄哥哥你能不能帮我过一过呀，这是第一关过一过。谢谢平安哥，感谢平安哥哥，感谢平安哥哥，平安哥哥你真好。非要没拉你吃抖音吗？我怎么去啊？我在金牌三四年了，还有三四年就金牌呢。爱心早餐摆在桌上，还有几条说早安。欢迎布丁。图画好漂亮，你们也很可爱。我在喝咖啡。哥哥们帮忙过一过吧，我拉极速 PK， 不想打乱斗，极速 PK 多省力，不用跟人家唱歌，也不用跟人家尬聊，也不用跟人家玩那些比较尬的游戏。太喜乐哥哥过什么？过奖杯，他过了一个给个杯子，过了一个给个杯子，哥哥过这个这个过这个这一句了。我不要玩那个尴尬的游戏，所以我们极速 PK 吧，不要乱动吧，太尬了，他们老是要问我你几点播的呀，你播到几点呀，你晚上播吗，你一天播几个小时啊。哎呦，回答的我都快受不了了。二一二到五千怎么过？刷四千多个，刷4798个，刷这个，你刚才刷这个也是可以过的，哥哥，你刚才这个也是帮忙过的，你可以试试这个看，这两个也可以试试看，就刷这个礼物就好了。哥哥，这个出帝王套的，帝王套价值6000块。拿4798块，479块过第一关，479块过第一关，刷这个礼物，怎么满意的一半你先玩对，谢谢平安哥，对，刷这个可以过的，我给平安哥献上个黄马，感谢平安哥哥，谢谢平安哥，对，就刷这个礼物是可以过的，他涨了，哥哥你看涨了。涨了，现在262个了，破产都过不了。你再点几个，说不定就过了。怎么会破产呢？不可能的。欢迎茂茂，欢迎旺仔，欢迎大家。破产是破不了的，哥哥，大家一起凑一凑，破产是破不了的。谢谢梦梦，25才50啊，他是不中的情况下是50，如果中的话就不知道，他中的概率比较低，但是还是会中的，他中就中大奖了，哥哥，他那个大奖礼物6000块，不中的时候就是5块钱。欢迎哥来，再试试，哥哥可以再试试，可以再试试的。帮梦云过一过，就当帮梦云过一过了，再试试过一过。你们家有哥哥可以一起帮忙过一过吧。这个田是土豪，他是土豪，但是他没有给我刷。我200万都没。他是个土豪，他是个大威公爵。还
也玩了不久，应该是新刷的哥哥。甜香，帮我过一下嘛！一飞哥哥，帮我过一下，快点！你自己兜上来的，都带些土豪，对，他带了一个土豪。甜香哥他带了一个土豪，被你发现了，我也发现了，他带了一个土豪。他名字前面有个土豪金，带着说错了。谢谢易安哥哥。你像狼一样，你像狼一样，陪我挡风遮浪，迎进了长巷。谢谢平安哥，感谢平安哥哥。这出了228个和一个股，这个没有亏，这个应该没有亏多少。谢谢欧巴。主打你们都是新来的，感谢平安哥哥支持。平安哥你真好，平安哥真好。你用我就200块钱上了一半了，嗯。欢迎简简，谢谢平安哥哥。我像花一样，我像花一样，只想在你身旁。欢迎小明同学。你像狼一样，你像狼一样，被我当风遮浪，迎进了长沙。我像花一样，我像花一样，只想在你心上越爱越疯狂。咱们现在小伙伴点点关注啊！山只遇有缘人，仙哥哥不想刷的，我不能强求。是吧，平安哥哥？山只遇有缘人，只遇有缘人，不想刷的不能强求。欢迎只是不愿哥哥，欢迎道可道哥哥，谢谢道可道哥哥。我欠强，又走开！一天天的找画面，我要怼你了！不要在我面前就是太找画面，刷不肯刷，莫言要踢你的。一天天的叫我舔你，你不配，你走开！你不配，够不够狠？你不配，走开！美女跳舞吗？哥哥，我们过完第一关就跳。谢谢平安哥，感谢平安哥哥。不走我踢你走，你信不信？你天天在我面前找画面，刷吗不刷？我刚才没有叫你刷，还说你怎么不叫我刷呀？让我说一飞哥哥你刷呀，然后他说你叫晚了。我可没有这么好说，你再说下去你被我踢走了，我才不想舔你了，你这个穷鬼，你给我走开，走开。凶了，在我面前找画面，再下去我踢你走，刷嘛一毛不拔，要么画面这么要踢你，行不行？别惹我，别惹我，我跟你说，画面不是这么好找的，你不刷礼物找画面要被我怼的。一个么大威公爵，还有这么这个侯爵在我面前找毛线画面，我要骂你们呢！一毛不拔，在我这直播间找什么画面啊？真是的，我不稀罕，你爱刷不刷，你给我走！天天在优品找我的画面，还好一天到晚就是要我去舔你，我舔你大腿，你给我出去！这有些人歪歪上游客，
真的是以为自己很牛逼，你又不给我刷，不给我刷，在我面前找这么多画面干嘛？我怼你的，我不要你开这种玩笑，一天天的在我面前找这种画面，我怼你的，我不稀罕的，真的是刷不刷找毛线画面，我不给的，我要怼你的。这一个大微工具，还有这个一飞，在我面前找这么多画面，不好意思啊，我要怼的。毛不拔找画面，走开！不伺候，在我面前找毛线画面。他俩、啊、在我面前一毛不拔还找画面，你说该不该骂？平安哥哥，你倒是评评理看。我就不让他刷，我没有叫他，他自己都上来。他说你叫我刷呀，你舔我呀，然后我说你刷呀，你给我刷一点，帮我过一关。他说你叫晚了，什么什么什么，生气，谁稀罕啊？好像生气，我才不稀罕呢，我稀罕你个大头狗。搞你自己很大啥样的，那你有本事你刷呀，不要在我面前找画面、啊、你就不能自觉一点吗？哎，你就不能自觉一点吗？非要找毛线画面被我怼顿，是的是，有些画面可以找，有些画面不能找，你知道吗？刷吗不刷再找画面，那我肯定要怼的。而且我就是压根就是不想让你刷，我们根本就看不上。我一直在叫平安哥哥，平安哥哥好，平安哥哥好，平安哥哥好，低调真好，我就喜欢他那样子的很低调的男人。我就不喜欢那种在右屏就是一天到晚很嘚瑟的，以为自己很牛逼的，然后一毛不拔需要主播去舔的那种大哥，我是不喜欢的。我就喜欢就是看上去很低调的又能刷的那一种，很低调的那一种大哥，我超级喜欢。也不需要就是自己抢领画面的，莫一辉自然会给的这种大哥。我就喜欢平安哥哥这样低调的男人，你给我走开一杯。我刚就说了，这你这种人一点都不低调，平安哥哥好低调，又比你能刷。你不叫躺枪，你叫有魅力，平安哥。你就是比他优秀。你就是比他优秀。看一次男子气盛哥哥。欢迎七七七，欢迎风花雪月哥哥。第二次刷到你直播间了，你不是特地来的吗？你是不小心刷进来的吗？噔噔噔噔噔噔噔。欢迎天雷哥哥，欢迎回忆哥，中午好，中午好，欢迎大家，大家中午好。今天播迟了上来都已经中午了，谢谢平安哥，感谢平安哥哥。你说我们会不会中奖，哪怕是一个星球，中个星球就200块能赚一点回来。欢迎小白烂烂烂，欢迎大家。主播好漂亮，你很可爱，花香科。现在没有赚，现在目前是亏的状态。我说中一个星球就会赚200，中一个战舰也会，战舰是价值2000。谢谢平安哥，感谢平安哥哥。欢迎西
改一点好，不要太凶。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给我拉倒。不要来教育我，我只对对我好的人温柔，对我不好的一点都不温柔。不然给我刷礼物就白刷了。我肯定是对我好的人，我就是万分的温柔；对我不好的人就是凶。一般人都是温柔的，就是你对我不好又在我面前找画面，那就很凶。有什么关系啊，我只对对我好的人温柔，根本就没有关系。谢谢平安哥哥，感谢平安哥哥说有道理。啊，是，我就对自己的哥哥好，好的人家都是吧，我就对平安哥哥好。可温柔了，我跟你们说，我可温柔了，是非常非常温柔的。你要对我好的话，我会对你非常非常温柔的。我那种表面的泼辣只是针对于直播间，有些人在我面前找画面，我要怼的。我这里画面没这么好找的。没了吗？谢谢平安哥哥，谢谢平安哥哥。那我们唱个歌吧。我知道你温柔，不然就200块。哪方面温柔？哪方面都会温柔。你们要现实当中接触我就知道了，我很温柔的，非常温柔的。我在红尘半生走，半生遥远望星斗，半生和你做。这是。不说话也温温柔柔，但是在我面前画面找过头了就很凶了。因为直播间画面不是随便给的，因为直播间画面就是给刷礼物的哥哥的。如果你不给我刷礼物，你在我面前找画面我就要怼了。为什么？这样子就起不到让哥哥刷礼物的作用了。一天天就是不在我直播间不消费要找画面的话，那没有人就给我刷了。我现在政策就是你不给我消费，你在我面前找画面就直接就怼了。为什么呢？因为莫名现在直播间人比较少，然后刷礼物的人也少，很有可能全部白嫖。这种节奏啪一带起来就没人给我刷了。所以你要不给我刷，一句两句可以找找画面，时间久了不好意思开怼。我要给足就直播间愿意给我消费的大哥的画面，不管是50、100、200全部消给的。不刷礼物不好意思怼一顿，不刷礼物你给我好好的好好正常跟我聊天，不要给我找画面。这是我的政策，不然的话我要会被饿死的。因为咱们现在直播间比较拉，然后人也不多，确实是能消费的人也不多，所以我的政策要摆正摆正了。这有些人觉得自己我很牛逼的，你快舔我吧，你这小直播间你这么拉，你快舔我呀，我也不给你刷，我就是要那个画面，不好意思没有的。有些人他不会给我刷的，他就是要来找画面的。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我是一个播了7、8年的老主播，这还不知道吗？我刚刚那句叫做遇有缘人是什么意思？对，嗯，对，嗯，是爱恨情仇人。来，我给你们唱唱歌啊。这只能证明你会舔，我舔对人啊，那肯定会舔，怎么会不会舔？我只是要舔对人啊。7、8年，对，我过了7、8年了，哥哥，我过了7、8年了。你26岁，18岁开始播的，咱们18岁开始播的，哥哥。咋的呀？你怕我太老了？哥哥，你不要嫌我老呀。还好还好啊。看我的菜哥哥。
七八年那是夸张了，我过了六七年了。风儿轻轻吹落花，好像失去的他，年少不懂爱与恨，照顾身旁那个他，也许这就是命运吧，注定我失去他。纷纷扰扰的世界里，好像曾经那个他，我睡过他的房间，喝过他的水，我吃过他的身，半夜见过他的美，也见过他刚起床梳眼的样子。这辈子就当我去过他了吧，我承认我这辈子能忘不了他，甚至连做梦都想和他在一起，可是命运只允许我喜欢他，却不允许我拥有他。谢谢，谢谢恩段云卷哥哥，谢谢回忆哥。微信里听语音呢，我姑妈给我发了一大堆的东西，我就听语音。十二级，谢谢回应哥。噔噔噔噔，十二级竟然要做很久了，你还不如刷个签约榜呢，是不是？是吧，你十二级真爱你得做多久啊？得做起码两年。两年要的，而且你得天天做，也不能落下。所以说哥你还是要千元榜吗？咬咬牙刷一下吧。摸鱼这么难，还不如支持一下呢，是不是？嗯，支持一下，给摸鱼这是公会任务过一过。然后加个微信哦，谢谢哥哥支持。那个做真爱做的时间太久了，那个太辛苦了。欢迎一安哥，是吧？一千微信，嗯，对，千元榜可以加微信的平安哥哥，平安哥哥求支持，跪求公会票，跪求公会票。我一个月搬砖8000多，要养家呀。
8000多，其中一个月给我1000吧，恩断义绝哥哥，给我1000吧，9999跟你拜拜。嗯、啊，你不愿意加我吗？不愿意加我可以不加的，没有强制性要求的，但是也可以加，加不加随哥哥说了算。哥哥刷9999不加我也是可以的。加不加呢？哥哥说了算。梦云不会就是说哥哥你一定要加我的，你不加我要哭给你看的那种，吓死我了。哥哥没事，你想加的时候随时叫梦云可以加你。哎，连续打卡1天，今日第2天打卡，谢谢百度网友哥哥你打卡，我这一打卡我好久没有看了，你们再给我打卡吗？这打卡在哪里看啊？记录吗？我们家还有这么多人在打卡的，哎，每天100多个人在打卡的，我倒没有注意看啊，我粉丝还其实还可以啊，每天坚持在打卡的，今天打卡。主播门牙有点黄，喝咖不是黄，是那个纸巾呢，我纸巾掉地上了，我也没有了，里面门牙上面有口红擦掉了，那个对，还可以送一个梦云唱歌 U 盘，到时可以给你们录一个。我们有几个主播微信有没有聊天没用处啊？你们加了之后想跟我聊天，可以给我发信息，我会回的。我一个是粉丝关注了，谢谢平阳哥哥关注哟。请不要再谈从前，不要再谈誓言。现在还有吗？我的牙齿要去洗一洗，做做美白了，下次还得补一下牙那个。牙齿有个补过的地方掉了，得冲出去补了。我就不喜欢，就是弄牙齿一直这样张着嘴巴，我不太喜欢。站在原地等你哥哥，我很尴尬，但是没有办法，有些时候。于是爱和情长只能消瘦。咱们第一关再帮忙过一过，过一过，梦云再给你们唱个歌哈。不是是非，谢谢来自虎虎，虎虎病，好、哦、这么长的，谢谢波斯猫，谢谢小丽，谢谢。下午好，来我再给你们唱歌，谢谢完美老公哥哥。我们唱歌，要开始搬砖，辛苦了哥哥，大家都挺辛苦的，大夏天的都不容易。我给大家唱歌啊，怎么不跳舞了？第一关过了，给你们跳。想看跳舞的努力帮我过任务，陈公子你可以帮梦云过一过吗？ OK 吗？怎么帮你刷一下公会票？如何过任务啊？这个任务条条是今年礼物栏的就是这个公会票的名字，就是这个礼物，不是送花，是这个礼物是付费礼物，1毛钱一个，那么这里填满还差330块钱，或者互动栏经典就后面互动点一下，点这个年度超级卷轴，中奖也能过啊，可以过。送花没有用，你们不用给我送的那个东西一点用都没有。送花没有用的啊，一点用都没有。看那个车车上去。或者说是年度活动哦，卷轴
你有用，你有没有用我不太知道。来给大家唱一首桃之夭夭送给大家。你可知我曾在空无一人街道，不敢选择逃跑，没遇任何预兆，是不是我太渺小，失重而骄，我正偏偏都回荡，想过一了百了，昨天我还在你怀里逍遥，谁把你心偷跑，美梦全失掉，我像个漂亮小草，在一座孤幽桥，我以为你能得到，以为你是最好，不到这真心却换来毒药，你偷着摇摇他乡与远方。
何故此时别离与拥有，给你我的心与悲。谢谢玄武哥，哇，感谢玄武哥，给玄武哥哥上个黄马，谢谢玄武哥。谢谢夏红雅，谢谢梦音姐。要吃饭了，我是吃了饭上来的。欢迎一轮哥哥。主播好漂亮，谢谢性别男爱女哥哥夸奖，欢迎大家。这谁呀、啊、这高梦云啊，还能是谁？我们第一关还差多少票？我看一下，2100票。一剪什么一剪？很清新装扮啊，嗯，是不是很凉快的感觉？看我穿的、啊。你是音乐主播吗？舞蹈标签呢？但是也会唱歌，玄武哥哥。嗯，会唱歌。看你说话都不理我，哪不理你？噔噔噔，不理我，不理我，我不理你的话，就给我刷，看我敢不敢不理你。还比前期，是不是有没有道理？欢迎独照，谢谢小宝宝。嗯，噔噔噔噔，你是不是以前叫小宝宝？快过来呀！嗯，千武哥哥，你帽想听什么歌？嗯，人间证实了是啊。千武哥哥，你要听什么歌？梦云可以给你唱一个，唱一个。你看我，你可以听一下我唱歌，你是不是你想听的那种？嗯。中午好，希尔顿。脱了马甲不认识，脱了马甲肯定不认识，你认识你干嘛？这名字真的好，做梦都在高高的云雾里，好吗？这名字算命先生给我算了一下，中间加了个字，后悔酒吧，后海酒吧，我听过这首歌耶，但是我可能不太会唱耶。后海酒吧是这个吗？这个吗？我还不会唱，有没有别的歌吗，哥哥？后海酒吧，那算了吧。你只喜欢这首歌啊？没学过这个歌，欢迎冷冷哥。夜深时候，我来到酒吧。那我学一下。遇到了美丽的，你好听哪一首歌？温柔的，你爱我花。有美丽长发。眼睛会说话。哎，这首歌被二小姐翻唱，挺好听啊。情人们说着情话。你爱我花这首歌我也知道，我会没唱，唱唱看。好像也不会唱，尴尬了，对。学最近流行的这首歌，那确实是有点尴尬了。那天我什么都没有，不能留住你牵挂的手。时间过去，那随便你啊。你在谁左右？我给你唱一首最近流行的歌好不好？这是三生三世。对你的爱说不出口，岁月带不走我。
最初是你，后来是你，最终也是你。我不爱你，谁爱你？不能让你的轻碰我的孤单，笑话是一场游戏。谢谢安顿，谢谢好好。阿妈想练练扣子脸喽，希望你们都能遇到三生三心里这个人。单身的快点脱单，真是多幸运遇到你，多想几遍也是感激你，不顾劝说坚定选择和我在一起，风餐露出颠沛流离也不弃不离，再后来看我功成名利，你也沉迷于自怜自艾，可生活除了是你没什么出息，夜里回首缓慢岁月，我泪流不止。我希望最初是你，后来是你，最终还是你。我不爱你，谁爱你？不能让你的轻碰我的故人笑话是一场游戏。希望花开是你，月落是你，白首不相离。我不爱你，谁爱你？但是我深深有幸遇见了你，你是我此生最好的运气。谢谢夏东哥哥。这辈子多幸运遇到你，想几遍也是感激你，不顾劝说坚定选择和我在一起，风餐露宿颠沛流离也不弃不离，再后来看我功成名利，你也曾以一自怜自艾，可生活除了是你没什么出息，夜里回首患难岁月，我泪流不止。我希望最初是你，后来是你，最终还是你。我不爱你，谁爱你？不能让你的轻碰我的故人笑话是一场游戏。浙江杭州人，希望花开是你，月落是你，白首不相离。我不爱你，谁爱你？该是我深深又死遇见了你，你是我此生最好运气。我希望最初是你，后来是你，最终还是你。我不爱你，谁爱你？不能让你的轻碰我的故人笑话是一场游戏。我希望花开是你，月落是你，白首不相离。我不爱你，谁爱你？该是我深深有幸遇见你，你是我此生最好的运气。3, 2, 1, come on！ 谢谢小邓哥哥，墨鱼来自浙江杭州，好，然后喜欢墨鱼的小伙伴记得把关注点一下。之前还在广州，那么下周就会回杭啊，下个月初我就要回杭州了，下个月初我就要回杭州。现在在广州番禺，墨鱼是浙江杭州人。噔噔噔，漂亮的妻子，谢谢夸奖。欢迎大孤独张晚强，欢迎麒麟哥，欢迎大家，还有阳光哥哥，欢迎很简单哥哥。有时觉得很脆弱。突然发现没人可以诉说，心早已不愿漂泊，却注定没了奢求的资格。多少深夜独自难过，反复重播着这首歌。有妻子，谢谢夸奖，那是我们杭州的女孩子有妻子，是不是？
情意中人，谁是谁非爱与恨，满身的伤痕，昔日浪漫的回忆，如今早已变陌生。嗯，这首歌可以，这首歌我也觉得可以，是我自己收藏的，但是他们说有一点点悲伤这首歌，但是挺好听的。初吻不知曲中意，在一首曲中人。谢谢珊珊，哦，欢迎珊珊铁粉，还有公会票，帮忙指指公会票，欢迎大家。注定没了奢求的资格，多少深夜独自难过。谢谢敦哥哥。这首歌初吻不知曲中意，在第一首曲中人，谁是谁非爱与恨，满身的伤痕，昔日浪漫的回忆。谢谢草根是金哥哥。只愿老天太弄人，坎坷的红尘，初吻不知曲中意，再提是曲中人，谁是谁非爱与恨。你家几个人？我家三个人，咋的？查户口了啦。谢谢小段哥哥，谢谢姚静佛哥哥。坎坷的红尘，只愿老天太弄人，坎坷的红尘。谢谢姚静佛哥哥。姚静佛哥哥也刚玩 YY 吗？给哥哥们上个马甲。中午好。你下了啊，哦，拜拜拜拜。红线师，嗯，对，有红线师，眼睛还有点发炎，昨天哭了。右眼的红血丝还很明显，有一块好像。眼睛绝对发炎了，昨天哭了嘛，我得叫个，我得等下点个眼药水。眼睛明显就是发炎。每次眼睛哭，它就发炎。去逛街呀，摘朵麻花送给我。阿姑，你是我想家了，嗯呐，啊，受不了了，在这里待着，要想回家了，都哭了。谢谢鸟金佛哥哥，金佛哥哥，你也刚玩吗？鸟金佛哥哥，你是哪里人啊？嗯，有些是不嫁的，特别是家里面真用条件很好的那种是不肯嫁的，然后独生女的那种，确实有好多都要招上门呢，有好多是乱招上门，主要是看家里人们
人怎么想的？谢谢姚建国。有些养女儿就跟养儿子一样，他不肯嫁的，他要招婿的，家里条件又好，那肯定不肯嫁。很多家里面条件太好了不肯嫁的。谢谢姚建国哥哥，谢谢 LXS 哥哥。家里面他们有些一征用就分好多套房子的那种，不肯嫁。与你家照顾我同意了，干啥呀？我还，你咋啥子情况呀？真是鲁西哥哥，你有这么主动的吗？我的妈耶，这问都没有问呢，就开始自己往上提，啥子情况？他意思是梦云不愁不愁找不到老公了是吗？哦，这意思就是梦云不愁找不愁老公了，随便找，一个个排队呢。我妈不用担心了，一个排队。下次我跟我妈说，我妈要问我的话，我就谢谢静佛哥哥，然后我就说，妈你到我直播间看一下，他们都是排队呢，排队是。都可以绕一大圈了呢，我家肯定就是人山人海的。我妈再怎么说，我叫她来直播间看看，一个个都想排队在。谢谢金鹏哥。你家房子大吗？我家房子啊，我家房子很小的。欢迎他雪哥哥。等一下我要去拿一个纸巾的按照开的时候。我的牙像老式面孔，笑没了。谢谢金鹏哥哥，感谢金鹏哥，金鹏哥哥，我教你，他那个一个可以刷多几个的，你看嘛，你手机上啊，你这个针筒前面有个一，然后你点一下那个一，你点开来看一下，它上面是数字，可以换成别的数字刷，你试试看，哥哥。我登个号，哥哥你看啊，这个礼物啊。点了这个针筒前面有个箭头，这个一点一下，上面可以刷十个、三十个、六十六个、幺八八个、五二零、三一四个，各位可以试试看别的数量看，它刷出来是一道光，嗯，就不需要一个一个点，可以就是多几个点，哥哥可以试试，我教你怎么刷。欢迎不弃哥哥，看到了吗，姚金博哥哥，你看到了吗？杨金佛哥哥，口是心非，看到了怎么刷了吗？哥哥，请一下数量呢，那个是一道光。谢谢杨金佛哥哥，口是心非，家好亲啊，那是要对刚来的哥哥温柔一点，温柔一点，再温柔一点。哎呀，打都打不出的那种温柔，没法儿。谁让我天生这么温柔呢？是吧，杨金婆哥哥？直播好呛啊，谢谢夸奖，欢迎大家。谢谢无限动力。无限动力哥哥，你可以给梦云刷那个公会票的，公会票，我们要公会票，我要公会票，那礼物名字叫做公会票，你们刷这个礼物啊，我们要过公会任务啊，这个礼物名字叫公会票，然后或者说你切到互动里面有这个哦，年度超级卷轴都是可以刷的哈。口是心非，噔噔噔噔噔噔，江城人笑中，欢迎暗黑幽灵哈迪斯，谢谢，谢谢啊，金鹏哥哥，金鹏哥哥，你研究明白了没？那个数量可以切的那种，
谢谢杨静峰哥哥。一直爱恨情仇任消瘦，主播你好美啊，谢谢夸奖。风吹发湿自己的眼角全中了味道，快乐少年已经长大长高，迎着风欢庆哥哥，庆哥哥，哇，这个音乐是从左耳朵到右耳朵，右耳朵到左耳朵，是这样子。换一个，换一个，受不了耳朵了。别看辉煌是谁敬的酒，只看落魄时谁伸的手。只看落魄时谁伸的手。谢谢姚静佛哥哥，但是人都喜欢锦上添花，不喜欢雪中送炭吧。听歌啊，姚静佛哥哥，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六六怎么刷。哎呀，你跟我说说话呀，姚静佛哥哥，你可以跟我说说话吗？看一下名字。听哥哥为什么自谦进来也不跟我说话吗？听哥哥，你要做安静的美男子吗？听哥哥，谢谢静鹏哥哥，静鹏哥哥，你是不是一毛党想给我点到底的？就是不切溜溜给我看，给我看看一道光吗？哑了，我现在嗓子还哑着呢，我要嗓子不哑就更嗲了，你可能会更受不了。约不下了，谢谢夸奖。噔噔噔噔噔噔，谢谢杨静峰哥哥。啊、哦，还叫拉票，我拉着嗓子都哑了，听哥哥你心疼一下我好不好？听哥哥，人家没人心疼，好可怜。听哥哥，你可不可以心疼一下下？鱼儿漂亮了，谢谢米哥夸奖。那么好看，女朋友谁说是你女朋友？能走开。听哥哥，飞马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可不可以心疼一下下？只有几个六六，好的，我也要。好的，谢谢听哥哥，感谢听哥哥心疼了一下下，谢谢听哥哥。下焦也是直播内容，发现美味。上次他们说了，这个年度把主播逼得一直在卖萌撒娇。
这年度太难了，逼得主播一直在卖萌撒娇，这不是你们说的吗？谢谢美味哥，谢谢金博哥哥。欢迎大家，谢谢金博哥哥。我嘴巴嘴角上是不是咖啡喝的染上去？这两边咖啡喝的染上去，把它盖盖掉，咖啡捏在这皮肤上了。盖不掉怎么办？哥，你老大去了抖完，你们拉票还这么卖力呀、啊？老大去抖完，七彩还在呀，哥哥，七彩在运营呀。谢谢幸福哥，不是说老大走了，七彩没有了，我们这些主播还在呀。七彩黄了，就等于主播也黄了，所以七彩不能黄掉。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刷刷公会票，要不然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饿死了，哥哥。所以说公会票还得上的，毕竟咱金牌牵着走啊走不了的，是不是？咱们不能让七彩倒下呀，所以说我们得能贡献一票算一票啊，是不是？七彩利益跟我们这几个主播的利益切身相关，所以七彩必须得生存下去，所以你们必须得支持公会票。七彩完了，墨鱼也完了，真的哥哥，我跟你们说，主播波波的好跟公会很有关系的，公会要是不行的话，主播绝对饿死，不管主播长得天仙一样也没有用的，真的没有用。这不是开玩笑的，真的，墨鱼波这么多年的心里可清楚了，主播再优秀都没有用呢。哪有这么快，真的。你发现没有 ，YY 上好起来的，就是这个公会好了，他所有的主播都好了，但是这个公会不行，他所有的主播都会拉，是真的。没有资源，你叫主播怎么播啊？那肯定直播间连个人都不进，你才来怎么好啊？是不是？那只能就是团战乱斗经纪人。那团战乱斗经纪人，主播也是好的意思，有大哥的时候有大哥支持的时候好也好，那大哥走了怎么办？只有资源，只有主播就是有资源的话。他是不会拉的，主播有资源他不会拉的，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有这么夸张？作为一个播了这么多年主播，真的清楚是清楚的，主播的好播的好不好，跟公会很密切的，特别密切，因为官方发的资源是发给公会的，真的，真的，所以说我们公会票还是得拉的，对，会。不拿公会票会没有资源的，那我们就得等着饿死吧。为什么有些公会就是打年度他自己公会都要上票，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来年主播播得更好，自己家主播资源更多，那个播得更好。有些时候真的是很现实的，公会有些时候是自己上的票，真的好现实啊。要想在这个直播界生存，特别在 YY 上生存，年度是很重要的，别小看年公会年度战，你们要上次年度你们看到没有？全部是公会出手的，你们看到没有？公会出手，那么公会为什么会出手呢？还不是为了跟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系，希望自己家主播播得更好，希望来年公会资源更好。我给你们解释，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这种感觉，能不能懂哦？但是我希望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公会好，主播才能好，特别是年度打得更好，那个这个公会的资源就更好。不管公会有没有帮我，但是公会好的话，梦云肯定会好。不管公会怎么样，真的就是人家官方也是看你公会的，你这个公会好，你这个主播是这个公会，他想给你资源他都给了，他觉得这个公会不好，你这个主播再优秀他也不一定会给你，就是这么现实的。所以为什么要打公会战？为什么
工会站的有些工会都自己贴钱都要打，为什么？原因就在谁钱大风刮来的，是不是？这不是为了更好吗？哪里是都是为了一个名次啊，肯定是为了利益嘛，是不是？对不对？是不是没有办法，就是这么现实。所以说七彩更好，梦云才能变得更好，不管七彩毛给梦云资源，但是七彩更好，梦云才能更好，这是最最最简单的最简单的思维。你们老大一走，七彩说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说要上工会站，这样就是稍微表现好一点，官方才能给点资源，要不然咱这种主播金牌签的你去哪儿啊？那你只能播着，你要在网上直播你只能在这播着，是不是？那签了还整这么多年了，器材不能倒啊，器材必须好啊，要不然梦云之后你们几年就更难了，你们就看到我可能更播得更烦了，等下看着看着要是看不到了怎么办？对呀、啊、问题就是还有这么多年啊，所以说工会票不是说不上就不上，我希望大家能够上一上，多少出份力吧，咱也这么多年了，力又逃不掉的，再难吧咱们也得播着呀，咱们金牌这么多年啊，我当然希望七彩越来越好了，他越来越好我才能越来越好，他越来越难我也会越来越难，是不是这么想就简单了啊？这么想就简单了、嗯、是不没有办法的，这个东西有什么办法呀，就是这样子，发一下巨船哥哥，欢迎施凯峰，欢迎大家，我要是不见你我会想你的，你可得过啊，说一说，你们别把我饿死了，给我工会票上一上啊，我跟你们说我播的越好我就不会停播，你们要饿死我说不定就停播了，我就在想我也赚不到钱了，也没人喜欢我了，一点爱都没有了，我还播个毛线，我给谁过去哦，所以说只有你们越爱我，你们就是越对我好，咱们直播间播的越好，梦云才不会停播啊，是不是？所以说让梦云播下去吧，给我点力量，也别把我饿死啊，饿死的只能另寻出路去找份工作，饿死的话只能去找别的工作了，这直播会把我饿死了，我咋播嘛，是不是？对不，你把我饿死了，为了继续能够看到我，你饿不死听哥哥，我咋能饿不死哟，我很有可能会被饿死的，别对我这么有信心呀、啊你们不帮我，我怎么可能会不饿死呢？你们都帮我才饿不死呀，哥哥们，这不是靠你们的吗？我又没有固定工资的，这不是要靠你们发的吗？你们不给我发，我这不是饿死了吗？谢谢小明哥哥，主播哪里人？主播浙江杭州人，目前暂时在广州。嗯。谢谢百度网友哥哥。好喜欢我卡个黄吧，百度网友哥哥，欢迎陈公子，都靠哥哥们打赏，关键是经济萧条，哥哥们也是苦啊，那是你吧？小浩，你说的是你自己吗？没事，我给你打钱买馒头吃吧，不要你怎么给我打，我想问一下，你的微信都没有加上，你怎么给我打，这不是又在这里那什么吗，画饼吗，你没有微信你怎么给我打钱，我想问一下，皇马啥条件，100元资就好了，陈公子，100元资的榜
你问问他们是不是苦，哈哈哈哈。再苦都不能饿我啊，小浩哥哥是不是？你太狠心了。再苦都不能饿我。我可以陪你一起饿的，但是麻烦你卡个黄。小浩哥哥你砍个黄吗？这个是小浩我知道。你长得太美了，谢谢你夸奖。你能给我刷点公会票吗？百度网友哥哥把任务过一过，看你夸我这个美到底值多少钱。小哥哥就是一毛吗？没事儿，你要把颜值保护好，否则我会难过。欢迎色戒哥哥，欢迎大家。噔噔噔噔噔噔噔。多少 OW 眼馋器材主播，你们老大就是不卖。谢谢小浩，欢迎盘生。快过任务，过主播跳舞成功，那你不卡黄了吗？小浩哥，能不能给我公会票啊？反正提成跟这个棒棒糖是一样的。我叫高梦雨，来自浙江杭州。杭州真好，杭州美女真好看。那怎么一人一半吗？好啊，要不我先来。OK。我们唱一个歌。我也有。我们唱一个。天气比较热，我们给你们唱个凉凉吧。凉快一下哈，凉快一下，天时真的热啊。妈妈位置站一站哈，中午这个时间好人比较少，大家是不是都午休？我吃饭了。
树叶间微凉，繁花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思难相忘啊。遥遥桃花凉，前世你怎舍下，这一海心茫茫，爱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缱绻岁月不埋爱人心，片片芳菲如水流。两眼前一一生花色，落入凡尘伤情着我，山间一路情劫难了，折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恨，还有几分。好，直接给你们开了，唱着。OK， 辛苦了，谢谢谢谢小弟，谢谢阳光，欢迎老曹，小弟小弟，我等着你呢，小弟，我就静静的等着你。刚才这大哥要听这歌，我都没找着。刚才大哥要听的歌，我没找着。什么什么奇特隆冬晓，你能听过吗？哦，谢谢小弟，这么多啊！谢谢小弟。每一天都期待能和你见面，你的爱。是我曾经吸到肺里的烟，剪不断那刻骨铭心的纠缠。再来一个，开个小。改变不了的永远，是一年，是我最遥远的从前。想起我刚看到你当初的第一眼，拍一个就动了，他们。你藏在我的心里面，把思念改变成信念。谢谢阳光。爱还会不会重来？手握着褪色的照片，就算不能再续写前言，更想回到。是一年之前，让我开一个。好好好，深色一点。OK。哎，够了够了够了！谢谢阳光，谢谢小弟，谢谢巨川哥，谢谢神哥，谢谢圣杰哥，谢谢婆婆，谢谢冰冰。谢谢辉煌，我说我好像把琪琪坐一坐。谢谢小弟，谢谢阳光。他把琪琪坐一坐啊，坐坐琪琪。嗯，我看看开个小的吧。你要到几点？我不到下午再播几个小时吧。嗯嗯，我好像打船遇见过你，我的卷子好像没亏，没亏，挣两块。嗯，应该可能遇到过吧。我差24了。正好我说能开个箱子吧，升段位哈，每周都要升，好累啊！就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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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上，老难了，嗯、太难了太难了，我这也升的好难了，老难老难了。啊，还没见哥哥，没亏，你的卷子没中两块呢。阳光，你那个啥小球亏不？哎，我看这球。那你晚上播不？
晚上播播的，嗯。开姐姐，我不是开了吗？开了呀，在右下角，没有看到吗？开牡丹哥哥，开了呀，没有看到，是不是卡了？重新进一下。撤了，撤了，也不退钱。行，好嘞，谢谢小弟。你说咱黄金可是狼哈狼。三九九七深圳三，我明天又要拍视频了，今天。明天又没有什么时间播了，哎，歪歪粉团是什么东西？哦，是这个是广告吗？守护，真爱好不知道啊，是赠送的礼物勋章，真爱之旅。这个。守护之翼会有翅膀，这个真好看，好看。可能是进来的之后，进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守护翅膀吧，可能。应该可能是勋章还是坐骑，不知道。嗯，欢迎南离。这么久才两集，嗯。你说真爱吗，哥哥？嗯。每天捉了真爱就可以升上去。还是我的段位，牡丹哥哥可不可以帮我升一个？嗯，太难了，今天任务升到钻三。牡丹哥哥帮我升一升吗？真爱泰迪，嗯，真爱慢慢升嘛，能开真爱的帮忙开一开。牡丹哥哥可不可以给我升一个段位？牡丹哥哥，还差多少？还差3997，3997升的话，刷卷轴的话要快的。昨天吃鸡的，刷卷轴的话大概2000多一点。就能省，中个奖的话可能会更快，嗯，有加成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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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哥哥帮我一部分也可以，哥哥帮我一部分也可以，其他梦云自己再努力，再拉票，再拉闪票。拉闪票呢就辛苦一点，可能过久一点。要我这个呀，拉小熊来吧。好，谢谢我们蛋哥哥。歌好不好？以后就是你的专属歌曲。奶嘴不错啊，嗯呐。不听歌了，那你看跳舞吗？浪漫的后海酒吧。那你喜欢什么？那你喜欢什么？你告诉我。看晚上看。啊。跳舞晚上看，好的，晚上来我给你跳。浪漫的后海酒吧，欢迎小跟班，欢迎志传哥哥，欢迎色戒哥哥。夜深时候，我来到酒吧，遇到了美丽的她，温柔的她，有美丽长发。谢谢色戒哥哥。就在那后海的酒吧里，行人们说，啊，这是晚上看梅花哥去哪里了。我躲在角落里，看公子哥虚度着爱情年华。
歌。相信这就是缘分啊，终于有人给我擦掉了，带了这么久。浪漫的后海酒吧，有着我心爱的他，很想去听听他的想法。快下副歌。今晚我带他回家，就在后海酒吧。后海酒吧也挺好听的，这首歌。浪漫的后海酒吧，在直播间尽量听听就能学会了。你好，这叫什么斯慕斯吗？字字看不清楚，不知道是什么字。那前面那个字怎么读啊？谢谢空白哥。噔噔噔噔噔噔，咱们能开战，帮忙看一看哈，再帮忙过一过任务，好看一看。谢谢空白哥哥。他们能开能开一下，我们直接响应响应，好，直接响应响应。想的奇迹发生，爱上你，爱上你，我心中的感觉。杭州出美女，干嘛？我在直播啊！我的一举一动你都看到了，什么叫在干嘛？这个输入法是什么情况？改不掉吗？响应的人太少了，主播小姐姐很漂亮，谢谢夸奖。最终还是你，谁爱你，该是我深深用心遇着了你。我们去乱斗吧，宪哥哥，欢迎子牙哥，欢迎下刘活刘护星辰哥，
嗨，你好。我叫高梦云，是个舞蹈主播。舞蹈主播，我也是一个舞蹈主播。那我们怎么来唱歌吗？好，可以，可以，好的。那我先来吧。可以。对，可以占个位置哦。那我闭一下麦。你出现我身旁，像个奇迹发生，是你让我如此失魂，我心中的感觉是这样陌生，快乐的牵挂在相聚的每一分，曾以为我见过所有爱的可能，这一刻才明了我有多么天真，曾给你全世界，一刻我都不愿等，想要你的心却怕不能成真，因为你有你的人生，我有我的旅程，在前方还有等着你的人，你会哭会笑会爱会伤心，你会不会敲我的门，虽然你对我的认真我也感动万分，你终究不是属于我的人，但记得在你孤单的时候，我会伸出双手，我会是你朋友到永久。谢空白谢谢给光阴哥哥，谢谢不见哥，晚上哥，我们有公会价吗？好的。遇见过那我闭麦吧，你来吧。没有，我以为我是闭麦的，手机有点不知道什么时候是闭麦了，不好意思。谢谢人手，谢谢，能不能可以占个位置？你总感到冷漠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同，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就起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得我生命，无畏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我们超两个超级卷轴卡皇马哦，兄弟们，可以试一下卷轴。你总感到冷漠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同，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就抱，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得我声音，无畏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我只想做你的太阳。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管是多远的
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怎样为你而打动。今天伴奏怎么这么大声？欢迎我三百哥哥。谢谢谢大家，谢神哥，谢色姐哥，谢大猪真爱哟，辛苦大家哈。我刚刚伴奏声音大不大，兄弟们？我听着大，我听着声音好大哦。我看一下是不是我把这个，我听着不大。哦。你手机播的吗？对，我今天手机播的。哦，不是很大。OK， 好的。你用的是机身卡还是转换器啊？转换器。嗯，转换器，转换器质量很差的，我用过几个都很容易坏。不知道哎，我用着还好吧。嗯，对，我想着反正。也不是说一直用手机，偶尔用手机也挺好的。嗯，对，偶尔用一下、也可以。欢迎长乐。我以前也经常拿手机播，现在没播过了。自从要调五官之后，我觉得调不好就不高兴弄了。以前不用调的。我就是因为电脑那个歪歪开播，它就总是要，就是要调五官，就好奇怪呀。对，老是要调五官，好烦啊！但我觉得手机还好。歪歪开播的话，有别人给你调，手机不是也要调吗？调了自己都感觉不像自己，调不好，说不定还把自己调丑了。手机还好吧？手机不用，就是我觉得我手机就比较不要那么就是东弄弄西弄弄，很简单。嗯，对，反正电脑就会需要。欢迎捡瓶子找媳妇，欢迎大家。可以涂点口红吧，感觉好没气色。好快啊，十二点半了。对，是的，是挺快的。欢迎佛爷。早上人还在挺多的，可是我自个老是这么晚播。早上你们发现没有，这给我刷礼物的全是新来的哥哥，就是本场贡献榜刷个一两百的这种，全是新来的。但是到中午以后就不太有了，算了，明天早一点播吧。啊，明天也得早一点播了，因为明天下午要拍视频去了。噔噔噔噔噔噔噔。不知道早上在睡觉，我早上就会有些来哥给我刷一点，能刷一点点，但是整个下午都有可能没有人给我刷。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早上推荐高一点，还是早上进人多一点。然后到傍晚才有人给消费一下，整个下午就死亡状态，播的来的心情都没了。有时候整个下午播的心情都没有，真的不烦死了。昨天下午也这样，不烦死了，真的。然后老被黑粉骂，老带节奏。你早上四点半就醒了，溜达了一圈，这么牛逼。四点半我还在半夜呢。是纠缠之后，才又被人放大了自由。你的暴虐太温柔。白天很光着，你好吗？还好吧？如果我说不爱你，不罢休，谁能？
你问我为什么顽固而专一，天下太大，总有人比你更合适，其实我觉得这样不值，可没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之后才有被人放大了自由，你的暴烈太温柔，感情又痛又享受，如果我说不爱你不罢休，谁能逼我将就，噔噔噔，在干嘛呢？在微信里。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主播好漂亮，你也很可爱哟，爱大家。开始纠缠之后才有被人放大了自由，你的暴烈太温柔，感情又痛又享受，说不爱你不罢休，谁能逼我将就，他们不过将就，李幼平啊，老卡住，微信好看吗？云云想不想要个低丑的男朋友？不要。别说了，我做地不感兴趣，哥哥，你不要跟我自我推销。Bye.